犯罪了，基本上了。看你的判，拒绝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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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的士气都非常的高啊！我们呼吁行政院的高层立刻出来面对我们。在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讲说。各位前来拒绝劳基法修二的社会大众，他是他那如何怎么回哈？告诉他们，我们等一下会放录音带。哪里违反了？请你们停止违法行为并离开现场。也请大家，我们就直接就地在这边聚集下来。保卫我们群众，保卫我们群众，对对，保卫我们群众。我身后的总统府。离广场上的人民只有几百公尺的距离，不过总统府里面的人就是听不到人民的声音。政府无能，政府无心，政府无感，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，这就是此时此刻台湾人民普遍的感受。